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件事情，就是脚本制作咯，脚本制作。好，所以现在就要请你来去思考一下，我们今天主题是很明确嘛，中国科大的一个微广告或者是微电影的拍摄。好，这个主题写好了吗？因为你一定要有一个主题嘛，例如说片名有看到吗？最好不要超过七个字。那请问你觉得哪七个字以内哦？因为这就是你影片一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要放这几个字，例如说中科一日游，对吧？或者是说我在中科天气晴，可以吗？请你们发挥自己的创意，片名赶快想一下咯。这下午的时候要不要用到这个名称？一定会用到的，七个字以内可以吗？想好了吗？想好了吗？你们同一组要自己互相去想一下哦。同一组的同学，再给你们十秒钟。这等一下是要交出来看一下的哦。那我们接下来片名想好，哎，请你们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赶快如期的做完。你要记住哦，你慢慢会去参加一种性质的比赛或考试，它是有限时的，时间你要是没有按下确定，我没有送出资料，对不起，你可能就直接被淘汰掉了。好，好了，想好片名喽。